Okay.这个到这个用户，然后我们建个新的原点，比如说原点就在这个地方，点一下，它会有一个数据，然后 X 方向，比如说这里，点一下，然后找到 Y 方向。那取个名字，确定，它就会有这个数据。如果你要修改的话，你要修改的话，这个目标，可以修改它的这个，然后返回，退出，那我们可以选，系统还没反应过来，需要等一会儿。然后我们大概的这个工具用户坐标系会用优，然后这里会有二，需要先等一会儿啊计算，然后它会走的话是这个，是照这样走，照着这个我们刚刚设定的这个轨迹在走，这个方向来定这个坐标系 S Y， 然后 Z 的话。这的话是这个沿着这个垂直这个面，如果用工 Z 坐标的话它是这样走的，这样就是自定义，可以自定义坐标，沿着这个刚刚给的这个框的一个角度在走，可以切换一二三，可以建其他的。好，这个就这样。